高的有六级，你也是往中路靠一下。菲特没有进化的，东主的话确实有机会。有机会，这个位置有了。没事，接大。哦。肚子接大没有问题，遇上输出，这波菲特没进化出了大问题。这个人头看着给谁？找到了菲特的机会。关键杰杰这波演技有点好，对，我只是路过，对，我只是路过，没想到杀招是后面的梅口。那是有六的啊，有时候高的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血量。有大招的情况下还是挺难被秒的。但是我被后面又来人了，危险了，有危险了，没有闪现啊，不高的应该要死了。最后还是被 Faker 拿到人头，欧娜在这边蹲了好久啊。猪妹还是厉害啊，猪妹打野。劣势好大呀，感觉。这样中下被推，拿个先锋。虽然说，哎，ED直接是换到上路了，下路放人组。大树这英雄有个好处就是守两个人没压力，对，两个 Q 一波兵。这个换线还是挺舒服的。哎，过来能不能包一波？周四没闪的，看能不能操作。梅普在扛塔，勾到交闪现，马奶奶可没用。厄斐琉斯外方拿到这个人头，我操！这个闪现这个塔续起来了，动了，对的。这波的话是逼出了其实逼两个闪现的。奶妈不敢再砍下站，赶紧溜。宙斯这波虽然死了，但我感觉真没太亏啊。视野上肯定是不吃亏的。是的，虽然他可以不死的，他直接退后，直接丢大手就行了。这个好拉，打得很凶啊，直接给大招了。节奏还是。后面这维克多出个女妖还真不好上。机会，有大招的，这波应该是必死的。大招直接给到Faker，就直接接一下，但是男伤的大招有吗？红尘过来 A 两下，再 A 来了。哦，我操！啊，可惜，可惜，可惜！哎，哈，哦，菲特回来送了，上花也没死，减速了一下宙斯。这个被 A 死，说实话，这有点真实。挠奶，挠奶的，今天挠脑袋了。我操！这么好吗？打的这是。他这个时候他有个巨石短臂，伤害有点高啊。是。男枪下路有机会吗？再动一个。这么屌吗？手短了一丢丢，没有被冰到，刚好杰杰自己挺危险的，被他们逮到了。贵贵。我觉得杰杰这一波下来掩护搞的，对吧？十五分钟收集加，想想。这波怎么杀的呀？他是打了两套桶，翻到还自己爆回去了。啊，爆了一下。这个不能爆呀。两套筒三个 Q 桶还暴击了，是。我操，这么有点轻松啊，这样杀。我觉得大树小妖船长，特别还前面换野区了，不应该这样呀。操，这个沉默。这个冰女难受啊，这里冰爪那里放个沉默，你怎么办？你进去什么都放不了。这个阵容感觉有点节奏有点断了。对，这个阵容节奏不能断的呀。这里哇，沉默。主要这个阵容吧也不好打。这个阵容你往后拖，对面核毕竟是比你多的。这维克多船长两个大核，奶妈说实话是符合，奶妈是一个比较后期的功能性比较就比较强势，越到后期越猛的这个辅助软辅，你看这伤害，我操，还行吗？这波我操，我打不死人啊，这奶妈这是奶，你怎么办？这船长还满血，我操，这锤库拉血，这主要是这一波上去就打不死人啊，这奶妈就在这放沉默放大，你怎么办？哇，船长现在能玩成这样吗？说实话，船长这英雄前面压制力几乎为零啊，现在这没得玩啊，主要是你开奶妈不行啊，凯恩斯打大招，你不开奶妈你开不死别人，对面又不是那种会猛给你机会的，是吧？也没人会走到脸上让你硬伤害能灌死，上路差了一倍经济现在。
打完先锋我觉得得走啊。你看这个维克多，你技能全加他身上，他满血，怎么办？技能全加完了，然后满血的船长过来收割。主播打不打得过宙斯吗？主播打得过宙斯还在这儿。你说呢？主播打得过宙斯，我还坐在这给你们解说比赛吗？这话问的，你就算说我比他强，我都不自己都不好意思承认，好吧？你还问我，宙斯确实很完美啊，这打得太完美了。线上一v一又赢，你来抓他他又不死，打团又有声音，这还能怎么办？本来英雄他没优势，船长打大树绝对不是优势，只能说能玩。你要说能稳压船长大树，我是绝对不信的。打得太好了，想来到正面打这波龙船吧，前锋先给个加速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出攻，在旁边宙斯被定了一下，这波龙船南上被打了一炮出去，然后再拉回来，这个二人口只加了一个形象，你看着宙斯，这船长一个人追着四个人，撤退，没什么好看的了，明天再来吧，明天早上每天比赛的时候来，这还有什么好看的？哦呦，对面还不打算放啊，奶妈也过来了，哇，两个 GP 确实，这两个 G 下来好像隐藏了一下，炸到了 Miko， 但宙斯体的位置哇伤害太高 了，但自己能不能杀掉？能换一个宙斯吗？姐姐的输出好像不太够了，在狂奶，这奶妈还在奶，最后奶妈死了，但是宙斯活下来了，这奶妈都奶干了，直接把宙斯抢救回来了，这把确实学习到了，对吧？对面这个阵容，我觉得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。就你说我们加上对上路这条线的对线预想可能出现了点偏差，对，没想到宙斯对线打这么好。就说他打其他上单没这么大压力，对，但宙斯确实个人能力太强了。大树直接反手给大，但自己的伤害，是有点顶不住了。他身上毕竟一点魔抗都没有。日炎魔抗也炎也不高，日炎有一点，有一点的话下路已经要没了，感觉发育可能还舒服一点。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打其他的上路不会有这么大压力，是，这也就是宙斯了，这个也必须要承认是别人这个打的确实好。闪现爆 Faker 有机会吗？有闪的 Faker， 大招预判了一下，但是队友跟不上这个位置， Miko 的话也是被逼出自己的技能往后拉，沈阳哥是被火蓝风暴电退，大招是甩到了 Scout， Scout 的冰爪过来，将闪现大 Faker 这波选的还不错，奶妈奶了一口，有机会杀吗？差一下又被沈阳哥 A 到一个杀掉，但沈阳哥自己也要死了，那边的话这当中也是被带走，接近血量挺低的，点一个灯笼往后拉，古玛玉玺没有被勾到，哦，那直接闪现过来留人，团长在支援一个大招，又是一把 Q， 差一点就收集了。哎，黄金塔，可以杀掉了一个 Honor， 全是眼，不管了，硬接。宙斯这个位置真的嚣张，但就是治不了他呀。有奶妈能保，放大，这一波还是要硬来的。能不能尝试抢一下？6000血了，但下去以后发现这个龙还有6000的血量，古玛玉玺很尴尬呀。古玛玉玺被烟雾弹了一下，沈阳哥也是被炸了一下，血量点低，风之矛拔毛是拿到了小龙，奶妈大招是救了一口，这边 Honor 应该是被秒掉了，两边上野这个互换，那杰杰这个位置跑不掉，被收集了，太痛了，闪现躲钩，我们还需要起点了， Scout 应该是跑不掉，有一个沉默，最后打了一个一换四，那这波可能会被一波啊，交 TP 了，应该是要保线了。最后 Viper 也没办法了，一换五，宙斯直接踢到下路平线，应该是一波了。这把比赛踢完这个阵容吧，我觉得选出来以后自己打的也好，不得不承认踢完这把确实有东西，这种很有想法，加上上路宙斯这条路对线太猛了。宙斯这船长，就他能一个人化解你的 gank， 对，并且。被针对之后还能就线上一v一线杀你，对，其实他线上发育一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，对，虽然一开始被拿到了那个头，拿到了那个医学长，这边三个人能守住吗？
但是福禄之猫已经开始在拆基地了，最后的话应该是没办法了。那么恭喜 T1， 恭喜 T1 五杠一以 A 组头名出现，而 EDG 是小组第二，也是晋级到了八强。可惜了，嗯，詹姆斯确实没想到 T1 最后能拿出一套这样的阵容。